好，大家好，现在继续我们的三国战记天下一统版，现在来到了吕蒙这里啊，这里是可以卡住他的，看，哎，直接就张连杰卡住，非常漂亮，现在是少了一个敌人，直接专心打赵云就可以了，赵云变成赵子龙啊，倒转昆仑，倒转昆仑，一个毒瓶毒一下，哎，在那里不停的转，还在转，感觉特别慢啊。赵云这次使出连招，把他这次真假赵云，把他这个假赵云给打死了。Yes， 白鹤亮翅，哎，又被打到了。再次连招走起来，非常漂亮。又一个张灵剑射起来，赵云快挂了，只要把赵云打死，这一个吕蒙就不用管了，就直接过关了。神仙笔，又一白鹤亮翅啊！再来神仙笔，再来一个神仙笔就挂了，一个白鹤亮翅直接拜拜，非常快啊，打的也是，打得非常稳。现在顺利过关，